底就下沿三号线悠悠下沿，经过改造的东北山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修建公园加民宿，住伫房间内面，都发咱去一片树林。来自海峡对岸的台湾青年，如何住伫遮，找到实现家己理想的平台？千篇一律的烤肉店，住伫这家，阁有甚物甲人无相的民宿呢？本期万人通在厦门地铁三号线悠悠厦门，坐顶惊喜不断哦！南通天下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来收看拜六暗暝六点的《闽南通》节目，我是陈生。那今仔日的《闽南通》节目要继续带大家悠悠厦门。那有热心的观众朋友咧，甲我讲啊，哇，看了这悠悠厦门以后，真正知影讲，原来厦门有这么多好佚佗的所在。那今仔日啊，我们继续带着大家来坐厦门地铁三号线，来看卖沿途有甚物款的好风景。厦门地铁三号线是厦门轨道交通的第三条跨海通道，是厦门城市中心向东放射的轨道交通骨干线，构建起厦门本岛和上岸区的快速跨海连接通道。这位一开始，首先啊是着请出咱厦门地铁的工作人员，也是一位美女哦，叫嘉文。嘉文你好。主持人你好，嘉文可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咱的这地铁三号线不？啊，可以的。我们的地铁三号线呢，全长是26.5公里，总共是有21个车站，有20座的地下车站和一个高架站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厦门火车站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地铁三号线呢，整体设计是清新通透的，蓝白相间，宛若蓝天白云，厦门蓝尽显其中。那么用当下的非常流行语来形容呢，就是我们的厦门沉浸式风情体验馆，可以用这个来形容。是，因为一走进来就非常的明显，可以感到这个很漂亮的厦门蓝天空蓝，厦门天空独有的那种蓝色。是的，是的。厦门地铁三号线以海阔凋平、新城灯辉为主题。搭配着昏天青的色调，以及白鹭的文化符号，营造出温馨的氛围。目前，厦门地铁三号线的起点大伫厦门火车站，终点到松安机场。阮的第一站来到大伫火车站后边的东北山，改造以后的东北山有倒一款景致在等您呢。陈生卷所在的所在是鼎新宫东北叶基主题公园。那这个公园是伫2020年建成的。即阵徛伫遮，大家可能真恶熊熊吼。那进前真是一片非常杂乱的这违建地。那拆除以后呢，这原址才展现出来，就是非常水、非常特别的山形地貌。那大家其实拢知影，咱厦门啊是一座有着真明显的鼎新宫文化的这城市。那伫个遮，会当人讲啊，即个主题公园也是咱东北山一个真大的亮点嘛。即阵要甲大家介绍一下，咱即阵看到两座雕塑。咱首先看到第一座呢，是一个士兵牵着一个剑马，然后伊伫要来向即个鼎新宫来报告好消息的即个模样。那即阵咱现在来看到另外一座即个雕塑，伊即来源啊，伊是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内底一幅名为《新宫夜祭图》内底即个场景，会当看到鼎新宫即个时阵一个落旗，然后呢，伊听到这边的即个士兵来给报告即个好消息以后，大家会当看到伊咧落旗的时阵，伊面顶的即个表情吼是非常的平静的，嘛唔过对即个细节顶面来看。
看卖耶，伊是毋是有着一款胜算拢伫脚中的感觉咧？公园依托原生态山林基调，甲自然山林景致等元素，充分地用于雕塑设计。这座雕塑彰显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前的必经场景。根据了解，这座雕塑也是国内唯一一个郑成功文官形象的雕塑。平台顶面阁有一个凉亭，我通爬悬看远，凉亭美景，绿树山石，让人感觉真舒适。2019年，东北山片区发展提升项目启动以后，青狮集团下卡的厦门东北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，一直努力把这块打造做城市中央生态旅游区，甲厦门旅游新名片。这栋是东北山片区发展提升项目当中改造的第一栋春体，也是目前苏明区唯一的一间国企民宿。你好，哇！我一来吼就感觉这环境非常的清幽，是。然后在东北山顶面竟然有安尼一间民宿，我是第一摆来。你第一摆去来？那我今日来，我感觉咱这个民宿这风格真特别，会当给我们介绍一下袂？我这个民宿咧，伊是主打是一种清新淡雅，然后又比较极简的风格，我们叫做侘寂风。侘寂风的极简风，所以我感觉安尼的这整体这风格，其实甲东北山也真合，因为讲这款就是甲大自然融合到底的感觉。是是，啊，无咱来去房间看卖诶。好好好。民宿设有17间风格清新淡雅的客房，让客人感受城市自然的安静，感受东北山原生态的田园生活。就是阮真有特色的这款星空房，因为踮咧东北山这款环境里头，踮咧这款星空房，然后配阮这款电动的天窗顶，那晚上的时候踮咧遮困呢，你可以享受这种星光跟睡眠的一种沉浸式的一种曼妙的体验。沉浸式体验，其实伫咧大自然当中吼，其实我感觉唔免太侪其他的修饰，你只要有化妆工，你感受你沉浸在这种大自然的美好里，你会感觉讲哇，有些回想美好。是是，抬头就可以看到星空。东北山是全省第一个近零碳排放的示范区，所以在伫改造过程当中，民宿的建筑材料就地取材，有效地利用原址建筑的雕石、无用的老插头等等原来的材料，减少材料运输的环节，安尼来真大缓解建筑垃圾、碳排放等难题。房间一日来就知影讲太适合拖家带口，因为这种二胎三胎非常适合一家伙啊来家铁佗，小囡仔来家铁佗，对。来东平山更多的就是在拥抱自然，然后走向户外。所以呢，来东平山，我们现在有一些户外泡茶的点，然后也有一些可以烧烤啊，可以团建啊，可以拓展，然后带小朋友来，那就可以在户外徒步啊、越野这些，我们都有很好的一些户外活动。其实是拥抱大自然，体验大自然的那。是是是，让孩子们走到大自然里头。那我刚刚上来吼，其实有看到真多迄饼、迄、那個、菜，有点么粗，是恁条工做诶，就按原生态感觉，是是是。你观察得太细啊，因为整个东平山是现在福建的首个近零碳排放的示范区，所以我们在这一批的这个村宅提升改造，也是融入了整个低碳环保的理念。那所以你摸起来粗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菜，迄、那个属于叫做稻草漆。所以稻草漆它摸起来它是会比较有一种这种粗糙不平的感觉，但是它能够很有效的降低，就是像我们一般那种建材夹
醛的那种伤害，所以它很低碳环保。所以就是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，对，植入到我们整个，灌洗在我们每一个细节里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们把这些细节融入到改造中。民宿被树林包围，这块远离都市的吵闹，独享清静。未来，这块会建设做生态保护优先、旅游休闲兼容的厦门旅游新名片和城市生态客厅。我们一路散步，一路期待。东北山，阮坐第二三号线去华阴站。对地铁华龙站呢，来行大概十分钟以来的，当然来到咱这湖里的华美空间。行到遐，就感觉真正是真明显的这蚊虫的这个氛围啊，伫咧规个这个空间拢会当看到。然后即阵吼，或者这個。绿树真侪，即个是不轻来到即个所在。那阮也提前甲即个所在的即个经营者约好啊。志成你好，好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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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到。一走来这边吼，就觉得特别的漂亮。因为门口也有很多的植物，然后一进来也觉得说哇，那么多的植物，所以这么多的这些小植物摆在这里，你们是售卖呢，还是说只是装饰美化？它更像是一个文创的。集成中心，他们最强就是一些绿植造景、空间造景，然后还有一些贩售，甚至有一些课程，所以将我们整个空间打造的就是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。所以说也有的人来，那如果说我觉得这个很漂亮，我要带走也是可以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它既可以贩售，它也可以自己做，在我们整个自己做，对的对的，我就是可以打造一个家。坐伫这间店内面，美术景观的食物、多肉食物、茶花、纸类的文创品，拢会用家己动手制作，或者会用经一个幽静的下晡，坐坐伫个遮，点一杯啊饮料，有一款放松的爽快，回归自然的感觉。店内面方分做真侪空间，会在咧讲的是店内遮工业区域。空间是，这个是我们跟那个湖里图书馆合作的，这是我们的岛屿书屋。因为现在其实越来越多人，他没办法沉下心来，没办法静下心来，所以我们就打造了一个书屋。那你看到这棵大树，这是真的哦，这张秋是真是，咱来来来，哇，很难想象当时要移植过来的时候，大家觉得一定会死，还讲已经活了一年多了。就是它在室内可以让大树种成这样，他们一个打造空间的概念，说一定要活的，所以它就是直通，这也是挑高的。那所以，底下先来背后几支树啊，你健康的景观，需要我们付出什么吗？因为阳光啊、雨露啊，它都没有办法滋养到呢。对，因为它没有阳光，每一个动作它都要非常小心翼翼的去照顾，包括可能也要特定的营养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这个书屋我们叫大树下书屋，就是说有一个书局。家长带小朋友也在这里家，这里树下读册，回乡我的神。对，在外面的图书馆，它有压抑嘛，在这里很舒服。所以这片所在是公益的，是吗？对对对对，我们这个就是你来，我唔免开钱啊，因为坐家看册。对对对对。非常好。店内面另外一个工业空间，透明的玻璃房内面。有几个插秀，猫啊有时求伊食做美梦，有时闲蛇放生的躲在遮散步。它叫猫空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其实做公益，像这些都是流浪猫，主要是我们希望有个空间让流浪猫不仅是观赏啊，它可以带回家，其实让它有一个幸福的家。对，其实我们现在也都一直在呼吁是领养。
代替购买，对 对, 对, 对，是不是？那所以你们也是想要有这样一个理念。那来这边如果说有喜欢的猫咪，它是可以领养回去的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有几只是我们自己这边的明星的猫。当然领养的这些猫咪，我们也都帮他们做过处理，打过疫苗啊，然后让它可以在这里，可以先在这里生活，可以先在这里待个几天。因为像这些流浪猫，其实都还蛮乖的，它很亲人，它很亲人，它直接把它抱住了。店内面第一吸引人的，就是中庭的这片热带雨林区，钢琴、秋千。小水池，佮加上干冰，营造出梦幻的氛围。你真正想袂到，住伫一栋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内面，会有一片佮动物相款的绿色树荫。为甚物当初会想要讲伫个湖里的这个所在来创安尼一个？真特别，我感觉很像一个室内的一个小森林那些感觉。对，我们老板也是台湾人，那他觉得厦门毕竟跟台湾是最贴近的，所以觉得说我们既然身为台湾人，那我们是不是在厦门做一点事情？其实也是希望两边可以越来越的贴近，所以在这里打造一个很漂亮的环境，让厦门的文创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，不一样的一些文创的融合交流，所以我们才从上海，然后选择厦门来厦门这边。一起打造这样的一个地方。我觉得，恁在这个理念内底是不是够有真多绿色的保护环境的？对对对，爱护自然的，安尼的一个理念在内面。对对对，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为的东西，然后发展的太快了。那我们慢慢沉下心来，你说绿植，然后甚至像我们的干燥花，还有一些手作体验，像我们的主产品纸箱网也是纸类，我们希望跟环保。它跟生活、跟环境，它是有关联的，而不是说我们去制造一个化学产物来，然后让环境变得越来越差。我们在做的是文创这件事情，那文创它基于就是人文情怀嘛，跟环境有关系，所以就是这个是我们董事长一直秉持的一个概念。对，真棒，让生命更加美好。对。即阵，这间店已经成为厦门的网红翕相拍卡店。依靠的正是一款甲人无相的环境设计甲经营理念。园区聚集真侪的文创店，各有特色，新潮现代的文化氛围吸引大家。听讲，只有一间特色烤肉店，干脆定来试看卖。酒红泥小火炉，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所以这阵啊，看到用这款小火炉来烤肉，我就马上想到了这一首诗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我们这个烤肉的这个器皿，它是特别定制的吗？对，特别定制的小泥炉。那它跟像电烤出来啊，或者是其他的那个容器烤出来，它有什么口感上的差别吗？用泥炉烤出来的话，肉质会比较香一点，会比那些电的那些会比较香。那口感上面，是会比较嫩吗？有那个炭火烤的香味吧？哦，会有那个香味，是不是？这款炉，我通第一大程度的保存炭火的温度，和食材受热均匀，真紧烤出肉的香味。食材表面和炭火浮落去，慢慢变黄变干。内在的汁，佮所有料，袂去过分流失。这个搭配店内面特调的酱料，有影真好料。那有能尝的了吗？尝到中间这块可以吃。好的，你沾这个我们家秘制的这个料可以尝一下。这是秘制的，所以它里面有什么你知道吗？
我们这边都是老板他秘制的，所以说我们没有接触到。哦，你们没有插手，所以你也不知道，是，所以是有秘方在里面。对对对。那这也算是你们一个特色。最大的特色。那有白芝麻，然后孜然，花生脆应该也是有的，其他的我就看不出来了。我试一下啊。嗯，好。直接沾着吃哈。对。香，我来形容一下，因为吃烤肉，大家应该是经常吃，无什么稀奇。那么我今天吃的这烤肉吼，一开始是一款真特别香味，然后可能是用这小泥炉烤的，所以感觉烤肉汁的那个水分呐，它就锁在那个肉里面的感觉。然后加上这个调料，就特别的香。来，我们吃一下这个五花肉。好的。再来一块，我觉得这就是一定要大口吃肉的那个感觉。蜜制五花肉，有肥有瘦，把每一块五花肉烤加四周围拢微微啊卷起来，色卡金黄，一嘴落去，肥阁袂易，大嘴满足。五花肉它有那个油的香，而且五花肉一定要烤得干干的吃。而且我刚那一口超级大口，好真实哦，这真的是大口吃肉的那种满足。五花肉的那个油脂啊，在泥炉的那个炭火的熏烤下面，其实干嘛讲，你那旁边的跟它鳞片，蛋白拢会油。好吃，感觉我们的摄像都要流口水了。我总算是怎样？烤肉的魅力就是，你看到这食物慢慢的变色的过程，很特别，因为我还是第一次吃用这样子的器皿烤的。之前可能是用那种电炉啊，或者是这种会比电炉的香啊。嗯，或者是铁板啊那些，可能是第一次用这种泥炉。这片文创园区曾经是厦门经济特区的发祥地，开启厦门经济发展的新时代。2014年，从改造做咱即阵看到的充满新鲜血液的文化创意产业园，伊继承甲延续的是特区创业创新的精神。如今，即块已经成为海峡两岸优质青年实现梦想的好所在。下期万人通将继续带大家去园区内面一间真独特、阁真有趣味的印刷店。主持人陈生阁将会坐地铁来到上岸后村，带来一个传统的村落，咱将了解两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以及当地独特的民俗风情，并且关注下礼拜万人通节目，咱继续悠游厦门。